大家好，我是小海。我老婆在网上浇树种水果，然后今天快递送过来了水果，送过来2个芒果，这么大。基本上跟我脸差不多了，然后待会要去我姐那边给她送肉馅，刚刚我老婆从菜场那边买过来的。这些肉馅，准备拿过去给我姐。这些多少钱？210啊，好的。准备把这些肉馅拿去给我姐。现在出发去我姐的店里面，把这些肉馅给她。刚刚从菜市场那边买过来的，总共是210块钱，也就10来斤左右。现在肉价真的是很贵，都快吃不起了。到我姐店里边了，姐哦，肉馅。然后呢，上次给你借的那个杆子，你下午要不要交杆子啊？我都叫过了。你叫过了，我那边没杆子啊，你下午要不要一起叫，再叫一下？啊？就上次这边拿的嘛，拿了杆子嘛。然后下午再叫一袋杆子嘛。你下午交月吗？明天。明天，那我明天给你搞个25块。25块啊？就是说我明天来拿油条的时候，顺便来拿杆子就好了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明天给你拿那我走了啊。拍视频。今天晚上的晚饭，莲藕炒瘦肉，还有毛豆炒瘦肉，没有汤。然后再开瓶啤酒喝一喝，准备吃饭了。